六十九级取号的话就是比较准了，八修全满的话800，辅助技能的话满强身满强壮是1000啊。来空号的话这是个1000，今天取号后面就别再接了。玉指扶阳的话再加200，锦衣的话这是一个浪淘沙啊、正常加1000，然后染色的话600，只染衣服的话再加300，法宝神器没有啊。我操，无级别400啊，378除以3啊，加405，531减去80啊，等一下啊，378除以3加上一个405是500，等会儿378啊，378除以3加405，武器的话是531，531的无级别磨耐双加，这把武器能卖上一半吗？因为它单纯的从100级的武器来讲它是不太值钱的，但是它的双加就比较屌啊，所以说这个号的话估价我又没谱了啊。无级别项链179减去66，它是高端无级别吧，还好这种无级别吧不高不低我就很难拿捏。这个90级的无级别项链呢，其实它比80级的无级别项链极限呢就多了几点灵力，但是呢它有葫芦宝贝套装啊，这项链我估计也能卖个10000啊。帽子的话无级别，帽子的话估计是一个3500啊，80级无级别。哎呦我操，这号取号有意思了，今天基本上全都不会估啊。138十一段宝石，无级别葫芦宝贝儿加体减敏啊，这衣服估计是一个4000。属性的话虽然不是人造，但是防御啊再加属性也还不错，毕竟十一段舍利子加套装还值钱。放下屠刀加减益，用7乘以个8减去一个300。244放下屠刀加简易啊，这把武器的话再给他个400。腰带无级别啸风诀葫芦宝贝儿十一段光芒石再给他个2500。无级别葫芦宝贝儿的鞋还是野生的啊，野生的700块钱加套装1700加宝石给他个2200。啊，双法伤一速度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估计1000。啊，这个的话是1500。这灵士给他一个350，这灵士的话给他个400。好了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取号他妈有点难啊！最后的话，我想打个8折，会多估6000块钱啊！这两个东西差不多多估6000块钱，来乘以个0.8折，就这样啊，31056，看准不准就完了啊！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啊，老板32800买的。武器的话，现在还没法直接带啊，这个得转魔王女麻木才能行。